上头吧，太喜欢滑雪了。因为现在雪场还没有开业，我就是觉得，如果要下个大雪的话，在学校里滑一滑也是不错的。他们都打雪仗，我就是把我的装备已经带到学校了，我就想着赶紧拿我装备，我下去爽一爽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